在感情上我是属于比较弱的，就是我比较不会那么像就是工作一样那么的强势。你有想要再尝试一段？没有啦，就不是结婚啦，是稳定感情，稳定感情，没有感情稳定啊，感情稳定。这我爸妈蛮可爱的地方，他们没有直接性问我，就是叫我弟弟他老婆来，就是问他说阿弟你男朋友这是假？然后那个我弟弟他老婆我忙很在呢。大美女，明生好，大家好，哇，我就觉得这个装潢很美，可是它的格局刚好是一个背离的规划耶，就是说如果是情人的话，在这里两个心会变远，然后如果是夫妻的话，会有一方开始对一方很不满意。甚至如果说有一方很成功，会有嫉妒心，然后夫妻的关系受影响，难怪会离婚。上面两朵花都是blue，那两朵花是blue，blue的啦。对，那个小帮手，刚刚对，拆掉，拆掉，而且哦，撕掉，撕掉。因为你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，而且你最讨厌笨的人，怎么这个事情没想到，那个事情没做好，你就很不能容许很笨的男人。对，对，这个男人自认聪明吗？就是不好说了，现在不要说了啦。现在才刚在一起没多久了。明生的桃花太多了啦。真的吗？对。真的吗？对你桃花多，你一辈子都桃花。应该没有想要定下来吧？会啦，会想要定下来。对啊，这怎么好曝光呢？现在有对象，对啊，会想要定下来。那是你刚刚听完老师，你最担心的是哪个部分？啊，我是听到说那个以后长大，我儿子会一直要我的钱。对，担心被儿子吃垮。对，那个上半辈子有没有？下半辈子希望就是，对啦，小孩要好很重要。小孩子很重要，要独立的。对，因为刚才老师讲蛮大部分是房间那个感情，男女之间感情问题，因为很多艺人都会对于感情比较熟，但是你对于感情反而比较大方。我会想要，因为我觉得还好，因为我觉得就是人生就这样啊，就是因为我的人就这样，我觉得不需要就是在这边藏啊，因为我也不是偶像派的艺人，对啊，就是我个性因为本身就是这样，因为明生很真。因为我觉得不需要在他是一个真的人，然后呢，他的灵魂里面有一个男的。对，感情上呢也是很那么强，还是比较小女人？你感觉反差比较大？我比较弱，在感情上我是属于比较弱，就是我比较不会那么像就是工作一样那么的强势。所以你有两种，你要算两种人格。双子座两面。男友是什么座？好像是火象，对不对？男友。水瓶哦，是水瓶哦，不好意思，重新水瓶哦，因为你刚好提到说你有想要再尝试一段，没有啦，就不是结婚啦，是稳定感情，稳定感情，没有感情稳定啦，感情稳定，吓到我想哭，还没有结婚，就是感情稳定而已。你们现在大概三个月吧，差不多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吃饭吃一次你就突然公开了，对啊，差不多。老师，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在吃饭，他突然带一个人说要介绍给我们认识，是，就一个帅哥走进来，180公分帅哥走进来，是，说是他男朋友，我们吓到，真的，那个时候有其他人追求你吗？有啊，一定有啊。然后最后怎么选他？感觉聊天的态度，感觉聊天是不是？对，频率啦。可是他有时候频率会跟不到，我就会好奇这个人在想什么，我就想要去挖掘这个人的脑袋到底想，就会好奇。可是太无聊，我又不要，变态。对，所以他是介于无聊跟你频率对，然后呢，但是又不无聊的人，就是脑袋瓜包装什么的人，会好奇啊。你想猜透他？对 对，就好奇这个人。好了，那你现在猜透了吗？还没。那你们吵过架吗？吵不起来了，就是真的吵不太起来。现在热恋期是吵什么？就是吵不太起来。对呀，热恋期。对呀。那他做过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？最浪漫的事情。最浪漫的事情。穿围裙下去。他。我觉得都还好，因为他起来就是因为他会比较早起，然后他起来就是因为我可能睡比较晚，可是他会就是专门就是他会煮东西给我吃，就以前是我服侍人家，是换现在换他是换他服侍我这样，就是会特地就是他会自己特地煮个面啊蛋啊菜啊弄一弄，然后叫我起来吃一吃，他才去上班。你需要这一款的，我需要这一款，真的，他是会就是他不会下厨，可是他会就是下厨给我吃的，所以我刚刚说态度。他做的好不好没关系，但是也有那个心意，就
就是那种感觉，因为我那种三餐不正常。突然我们很像姐妹，我在替你发言。对啊，好奇怪哦。怎么会这样？那福哥看过了吗？看过了。那时候反应什么？第一次见面。啊，你还恰里恰高呢？有叫他除刺青吗？没有，就是说啊，那还好好啊，会吃高呢。差很多呢。对啊，差很多呢。就第一句话，然后就没说话了。就他们就有聊天嘛。哦，所以其实爸爸跟他的频率也还 OK。就正常互动这样。哦。因为我爸爸没有想象中那么凶嘛。可是他看起来很凶呢。是看起来。因为那个时候你跟我们讲的时候，你有先打电话给爸爸，爸爸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没有，我后来是直接说，我要回去，就把人带回去了。啊，所以等你爸爸不知道你带了一个人，他知道，他原就是有，就是我觉得我爸妈蛮可爱的地方，他们没有直接性问，他就是叫我弟弟他老婆来，就是跟他说阿爹，你男朋友，这是假，他们没有直接问我，对，然后那个我弟弟他老婆说，哇，你在呢，然后我弟老婆来问我，哎，还男朋友，当时我嘿男朋友啦，啥。很突然一个外人在那边，因为我爸不敢，也不太敢直接问。为什么你跟你爸不是就很无话不谈了？就是尊重，对他比较不会、oh. 这种事情，他不可能他也不想面对现实。他很怕你又在结婚，因为爸爸很有智慧，真的对。老师都把你都看透了，真的赤裸裸，真的。